这个事件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数字，一个是7000万，一个是300亿。7000万指的是这个邢立斌在2012年年初在海南豪掷7000万办了一场夏女盛宴。那么300个亿呢，是眼下山西联盛集团欠下的无法清偿的债务。那么人们不仅要问，这个集团在不到2年的时间之内，从豪掷7000万到欠300个亿，为什么它下滑如此之快？另外，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民企它凭什么、依靠什么借来了300个亿？7000万诈女，煤老板邢立斌机场被捕，山西最大煤炭民企濒临破产，引发关注。一面是7000万奢华嫁女，一面是300亿债台高筑，一面是对外巨额公益捐款，一面是对内拖欠员工工资。奢华的背后，真实动机是什么？又是什么让邢立斌由煤炭大亨变身金融炸弹？邢立斌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煤炭江湖的？本期老梁观世界为您说说一个县级民企300亿危机背后那些事儿。我想邢立斌的名字在2012年的3月份，很多新闻媒体大面积报道他，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视频里看到那个他在海南搞了一场7000万嫁女。当时引起的轰动非常大，因为在这场婚礼上呢，出席的人从主持人到捧场的明星，有人说呀，简直比那中央电视台春晚这个人气还高。那么当时很多人都慨叹说，这个邢立斌了不起啊，煤老板是真有钱的，想怎么炫富就怎么炫富。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和身边的人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绝没那么简单，我说我不认为邢立斌是炫富。为什么呢？这是我基于常识的一种判断。假如说你钱不多的时候，需要面子的时候，人往往是炫富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富二代在炫富，有很多暴发户在炫富。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富一代他炫富？或者说这个人已经有钱好多年了，实力已经那都很了不得了。我们看这李嘉诚、比尔盖茨、巴菲特，他炫富吗？他不炫富。那个时候，邢立斌据媒体报道呢，他的身家呢已经有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了。他的身板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炫富来满足自己虚荣心了。所以我当时认为，他7000万嫁女一定有背后的一种目的。那时候我就猜呀，他可能通过这个要向外界炫耀一下自己的实力。他炫耀实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达成要么借款，要么他想通过和其他企业的这种合作来壮大自己。那么现在2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我当初的猜测方向是没有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据现在媒体报道的情况，你推算一下，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花7000万？是他企业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而且那个时候他需要更大的投资融入到自己经营的项目当中。他当时正在进行煤炭改造，技术方面的改造，所以他需要给外界一种印象，我很有实力，我过得很好，我不差钱，我向你借钱还钱也不成问题。因为据这个柳林县当地的政府官员对媒体说，其实很早这个联盛集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大概从2011年的7月份，联盛集团就开始欠职工的工资。你记住，连下边员工工资都欠发了，那说明这个企业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那么当时欠工资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这几年就能看到，煤炭企业一直在扩大。由于电煤、市场煤这个价格倒挂呢，当时煤炭的日子是非常好过的。可是进入这2年，煤炭掉头向下，很不好弄。当初的原煤价格呢，从这个1500块钱一吨，直接降到不到600块钱。那个时候我曾经去秦皇岛一些码头看，那个煤放到这567、578一吨，没人要它。所以这么大起大落，进入了下行周期。这个联盛集团呢，单纯靠煤炭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这时候就出现了资金链条的崩溃，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融资融到自己的投资项目当中。可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在时间点上很有意思。他2011年7月份，联盛集团就开始欠员工工资。可是2011年的6月份和9月份，这邢立斌分别向两家大学捐了500万。在海南7000万嫁女之后，2012年的上半年，他又向另一所大学捐赠了500万。我们当然不排除邢立斌是个有爱心的人，可是你的企业员工的工资都没发出来，你先去搞慈善去，这明显是把责任给弄混淆了。就像我们现在说，有的企业他自己过得不怎么地呢，他去搞慈善去。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说，那个时候邢立斌已经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困难。那么还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这个2012年9月末的时候显示的，当时联盛集团呢，它的负债呢欠了72个亿，可是从那以后到现在居然欠了300个亿，就中间这200多亿债是最近1年多借的。也就是说，海南嫁女扔出7000万之后，他接下来迎来了一个融资的高潮，大量的欠债都是这以后开始借的。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他当时为什么要用7000万来嫁女，摆一个大场面，是告诉所有人我不缺钱，告诉所有人我过得体面，这样才能保证借钱有人相信你有偿还能力。所以我说，邢立斌那个时候花7000万嫁女绝对不是炫富，而是他想融资，他想给借他钱的人一种信心，我日子还行，我没问题。那么为什么他这个煤炭集团需要这么大的资金量呢？因为我们说，像煤炭和钢铁这样行业，在经济学术语里呢，管叫周期性行业，它的周期性极强，就是我们用老百姓话说，就大起大落。这只煤炭价格涨上来了，它一下就赚好多钱；这只煤炭价格滑落了，它可能就亏了。而且这个周期呢，有时候很短，有时候很长，就是它的冬天可能很短，它的冬天也可能很长。所以当它下行的时候，它原来那个扩张冲动还在，他就需要更多资金补进来，他就有借贷的冲动。那么肯借他钱的人就觉得，这煤炭钢铁现在不行了，可过一阵我估计还能起来，他应该还能厉害起来，还有钱，所以也愿意把钱借给他。所以煤炭钢铁的行当，你会发现煤老板、钢老板他融资融的都非常狠，借钱借的也多，等真赶到赚钱的时候赚的也多。所以这是这个行业呢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行当，它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是一种有序发展。但是中国眼下这个煤炭行业这些年一直处在大起大落当中，中间还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安全事故等等复杂的因素，所以煤炭行业这些年越来越呈现不稳定的迹象。煤老板原先认为风光无限，可这一年你看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这是为什么邢立斌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融资，要通过炫富的方式给这个借款人一种信心。那么我们得把这话说回来，前面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他一个民企，他以什么作为担保，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能借来高达300个亿的债务？他一个民企，他以什么作为担保，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能借来高达300个亿的债务呢？其实我们从他的成长轨迹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来，这里边他之所以能借了300个亿，地方政府给他的信用背书，这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他成长的轨迹，能够发现他当初是靠什么成为一夜暴富的富翁，到现在又为什么成为负债累累的富翁。我们的编导呢做了一个短片，我们来看看在他成长轨迹当中，他得到了哪些方面的援助。资料显示，在2011年的山西煤改中，吕梁市是民营煤企最多的地区，联盛集团与邢立斌则是其中最抢眼的明星。2002年，煤炭行业正处于极度疲软的阶段，只有2亿元财政收入的柳林县决定转让下属的兴吴煤矿。当时兴吴煤矿虽然年产60万吨，但负债接近2亿元，欠发工资近5000万。当地许多国企都不愿意接盘，邢立斌则以8000万元的价格接收了兴吴煤矿的经营权，并承担了1.93亿元的债务和3.1亿元的资源价款。借助于此，邢立斌很快地站在了山西煤老板前列之中，也由此开始组建山西联盛集团。从2003年7月起，联盛集团就参与柳林县的教育体制改革，投资将原来的柳林县4中改制成为民办的联盛中学，并将其发展成为联盛教育园区。2010年，联盛集团又涉足农业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投资建成山西最大的生态农业示范园，总投资预计100亿元。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联盛集团已经给联盛教育园区投资10多亿元。曾几何时，在柳林当地，联盛集团投资的联盛教育园区、联盛农业生态文化示范园区和联盛集团一样，都被当作当地名片。而在2011年的那轮煤炭资源整合之中，联盛集团也因此成为为数不多被保留的民营煤企。在柳林县24个较大煤矿中，联盛集团占了1/3。通过这个短片呢，以及媒体报道显示出的蛛丝马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邢立斌他的成长轨迹当中，地方政府给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的事我们了解，就拿眼下他在太原机场被警方带走，这个时候呢，他是准备从太原去香港处理他那边的资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欠300个亿，那个债主啊，天天都已经络绎不绝的上门了。从去年11月份开始呢，联盛集团已经申请了啊，我们要进行这个进入重整程序。什么叫重整程序呢？这一点得给大家解释清楚。重整程序呢是写进了企业破产法的，但是它不等于破产清算。它指的是呢，你这企业呀已经这个资不抵债了，但是呢，你这个企业不是不能挣钱，你调整好了依然有造血功能，还能挣钱。所以为了给这企业留一口活气儿，让它能够有发展，把账还上，这时候政府介入，法律部门介入，进入重整程序。重整程序这个期间呢，这个债权人不能上门要债了，哎，你还得继续干你的，然后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再该还账还账，该要账要账。所以其实启动这个重整程序呢，是对这个联盛集团的一种保护。当时山西柳林县的法院呢已经通过这个了，但是很多债权人认为呢这事不对，说这个期间我们是不要账了，你就有充足的时间把你的资产东转西转，法院也没有把你的资产冻结，那么你就有可能把你资产转出去。其中有的债权人就在香港向香港法院递交申请，应该禁止这个邢立斌呢在香港法院那边啊他的一些活动。比方他在香港，他有可能把他在香港资产转移出去，回头我们再要账他没钱了怎么办？那他为什么要这么照顾一个民企老板呢？其实这个事儿一点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后来还要给邢立斌借钱进行信用背书呢？这是因为双方是利益捆绑者。你看这邢立斌呢是在柳林县呢投资了38个亿，建立一个生态园，解决了柳林县2万多人的就业问题。柳林县总共才30多万人口，就解决了2万多人就业。你想想这个对于柳林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得起到多大作用？而且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柳林县呢它的财政收入呢在整个山西全省的各个县当中呢排到第2，政府的财政收入很高，它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煤炭。而这个现在这联盛集团呢控制了柳林县1半以上的煤矿，也就是说这个县的财政收入得有将近1/3是联盛集团贡献的。你想想这么大的比例，地方政府能不照顾他吗？所以你从这点出发，你就不难看出联盛集团即使走到下行轨迹了，那么地方政府依然肯给他的信用背书。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现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啊一个弊端，往往地方政府呢跟企业利益捆绑在一块，跟市场就摘不清了。这也是李克强同志提到的，就是说市场和政府一定要分开，该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政府要把有形的手收回来。那么我们看现在联盛集团呢300个亿的债务，这钱都是从哪儿借来的？但谁能借他这么多钱呢？他这个融资来自3大渠道，他应该还能厉害起来，还有钱，所以也愿意把钱借给他。所以煤炭钢铁的行当你会发现，煤老板钢老板他融资融的都非常狠，借钱借的也多，等真赶到赚钱的时候赚的也多。所以这是这个行业呢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行当，它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是一种有序发展。但是中国眼下这个煤炭行业这些年一直处在大起大落当中，中间还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安全事故等等复杂的因素，所以煤炭行业这些年越来越呈现不稳定迹象。煤老板原先认为风光无限，可这一年你看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这是为什么邢立斌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融资，要通过炫富的方式给这个借款人一种信心。那么我们得把这话说回来，前面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他一个民企，他以什么作为担保，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能借来高达300个亿的债务？他一个民企，他以什么作为担保，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能借来高达300个亿的债务呢？其实我们从他的成长轨迹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来，这里边他之所以能借了300个亿，地方政府给他的信用背书，这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他成长的轨迹，能够发现他当初是靠什么成为一夜暴富的富翁，到现在又为什么成为负债累累的富翁？我们的编导呢做了一个短片，我们来看看在他成长轨迹当中，他得到了哪些方面的援助。资料显示，在2011年的山西煤改中，吕梁市是民营煤企最多的地区，联盛集团与邢立斌则是其中最抢眼的明星。2002年，煤炭行业正处于极度疲软的阶段，只有2亿元财政收入的柳林县决定转让下属的兴吴煤矿。当时兴吴煤矿虽然年产60万吨，但负债接近2亿元，欠发工资近5000万，当地许多国企都不愿意接盘。邢立斌则以8000万元的价格接收了兴吴煤矿的经营权，并承担了1.93亿元的债务和3.1亿元的资源价款。借助于此，邢立斌很快地站在了山西煤老板前列之中，也由此开始组建山西联盛集团。从2003年7月起，联盛集团就参与柳林县的教育体制改革，投资将原来的柳林县4中改制成为民办的联盛中学，并将其发展成为联盛教育园区。2010年，联盛集团又涉足农业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投资建成山西最大的生态农业示范园，总投资预计100亿元。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联盛集团已经给联盛教育园区投资10多亿元。曾几何时，在柳林当地，联盛集团投资的联盛教育园区、联盛农业生态文化示范园区和联盛集团一样，都被当作当地名片。而在2011年的那轮煤炭资源整合之中，联盛集团也因此成为为数不多被保留的民营煤企。在柳林县24个较大煤矿中，联盛集团占了1/3。通过这个短片呢，以及媒体报道显示出的蛛丝马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邢立斌他的成长轨迹当中，地方政府给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的事我们了解，就拿眼下他在太原机场被警方带走，这个时候呢，他是准备从太原去香港处理他那边的资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欠300个亿，那个债主啊，天天都已经络绎不绝的上门了。从去年11月份开始呢，联盛集团已经申请了啊，我们要进行这个进入重整程序。什么叫重整程序呢？这一点得给大家解释清楚。重整程序呢是写进了企业破产法的，但是它不等于破产清算。它指的是呢，你这企业呀已经这个资不抵债了，但是呢，你这个企业不是不能挣钱，你调整好了依然有造血功能，还能挣钱。所以为了给这企业留一口活气儿，让它能够有发展，把账还上，这时候政府介入，法律部门介入，进入重整程序。重整程序这个期间呢，这个债权人不能上门要债了，哎，你还得继续干你的，然后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再该还账还账，该要账要账。所以其实启动这个重整程序呢，是对这个联盛集团的一种保护。当时山西柳林县的法院呢已经通过这个，但是很多债权人认为呢这事不对，说这个期间我们是不要账了，你就有充足的时间把你的资产东转西转，法院也没有把你的资产冻结，那么你就有可能把你资产转出去。其中有的债权人就在香港向香港法院递交申请，应该禁止这个邢立彬呢在香港法院那边啊他的一些活动。比方他在香港，他有可能把他在香港资产转移出去，回头我们债要账他没钱了怎么办？那他为什么要这么照顾一个民企老板呢？其实这个事儿一点不难理解。 他为什么后来还要给邢立彬借钱进行信用背书呢？这是因为双方是利益捆绑者。你看，这邢立彬呢是在柳林县呢投资了38个亿，建立一个生态园，解决了柳林县2万多人的就业问题。柳林县总共才30多万人口，就解决了2万多人就业。你想想，这个对于柳林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得起到多大作用？而且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柳林县呢，它的财政收入呢？ 在整个山西全省的各个县当中呢，排到第2，政府的财政收入很高，它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煤炭，而这个现在这联盛集团呢，控制了柳林县1半以上的煤矿，也就是说，这个县的财政收入得有将近1/3是联盛集团贡献的。你想啊，这么大的比例，地方政府能不照顾它吗？ 所以你从这点出发，你就不难看出，联盛集团即使走到下行轨迹了，那么地方政府依然肯给他的信用背书。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现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啊一个弊端。往往地方政府呢跟企业利益捆绑在一块，跟市场就摘不清了。这也是李克强同志提到的，就是说市场和政府一定要分开，该交给市场交给市场，政府要把有形的手收回来。 那么我们看，现在联盛集团呢，300个亿的债务，这钱都是从哪儿借来的？但谁能借他这么多钱呢？他这个融资来自3大渠道，